追电视机面前追菩萨阿弥陀佛。今天继续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华智君里面的故事，疏于照顾母亲的子女。佛陀时代夏威夷中有一对翁仔某，失去了几位的儿女，一家和乐，翁婿每天出外赚钱来营生。做妈妈的人在家中来照顾这个家庭，整理厝内底，来教育着子女，一家和乐。而且后生查某囝也拢真圆满，拢各有归宿，是一个在人世间方看到拢真正幸福的一个圆满的家庭。但是无常，也就是翁婿中年就来下步，下步了就做太太，因为伊有负责到这家庭的责任，爱就将全部的财产拢啊，搁留伫身躯边，也啊袂分给因的子女，是讲将来。那年老的时阵，再来一一来分给因呢。但是呢，因的儿女一心一意，都跟他想讲，我赶紧要来个妈妈来分这财产。啊，因就一再跟因妈妈讲，讲表亲，现在哦，咱老爸啊已经过世去了。啊你！你还佫辛苦吼，留这财产，你是要创啥呢？难道敢讲啊？阮这做儿女的，无法度甲你照顾吗？啊，这做囝的是谁啊？一再都甲因妈妈安尼表示。啊，这个妈妈哦，也叫做普巴诶，巴富菩提卡，伊就。来讲哈，有影嘞，这里今日实习吼，真哩友好，我真哩一家保证，好，伊就怎啊决心嘛，将这财产一律拢分给因这后生查某囝，啊，伊家己嘞一生五年都无留的辛苦，啊，即嘛财产分完了后，啊，就照流口安尼。就先去住后生遐，遐住。但是咧，住无偌久哦，因迄个大媳妇啊，就咧抱怨啊，就甲因大家讲，你都敢若知影讲来阮兜住咧俩，好亲像讲，阮敢若亲像有分两份财产安尼咧。啊，一听到这个大媳妇安尼讲哦，伊嘛家己。小可一点仔怨叹安尼啊，讲好啦，人既然家人都安尼讲啊，无咱就来第二后生遐。我去后生遐，拄开始起孙，后生嘛真欢喜啦，新妇嘛真欢喜啦，啊来甲接待啦，哦啊，但是咧过无偌久咧，又过同款即款情形又过来发生啊。那么是搁在嫌啊！做这妈妈的人啊，伊就是自卑啦，买好囝，买好囝嘛，歹做人啦，啊伊就转呢，搁另外去后生遐，过无偌久，也是同款一款问题。然后伊转落去，真无奈啦，去查某囝遐。但是咧，因在做查某囝咧。嘛是同款啊，敢若讲短期我穿互你食，穿互你戴，但是若要讲到长期的来照顾伊咧，都无人一个肯安尼。所以讲，
伊对这个儿女啊，真正失望。伊想讲，我当年甲翁婿安尼勤勤俭俭，啊，一角倒换两角无，两角换倒四角无安尼，一直俭，啊，饲家，啊，甲恁，互恁有一个家庭，啊，今仔日恁大家拢家庭圆满啊。嘛，拢将财产分予恁啊！啊，恁大家都讲要甲我照顾，是安怎奈？照顾到一半，啊，都拢有这个怨言呢。所以伊内心上啊，真正痛苦。伊也是真自卑啦，伊也是感觉讲啊，对儿女只有失望，啊，是无其他的怨言，无其他的怨叹啊。了后，伊就一直探听，探听讲有啥物款呢？在这个人生当中，得到一个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安稳。了后，伊就听到人修行的人在讲，就是佛陀慈悲的爱，慈悲的教法。我都好了，让众生来离苦，我众生得到永恒的快乐，而且呢，得到不生不死的妙乐。伊真欢喜，伊听到这款的因缘，伊就决心要来出家。到僧团了后，僧团看有这么坚定的意志。来接纳，来改稳定，来成为修改了后，成为一位的比丘尼。伊同意来完成着伊这个内心的心愿了后，伊心中自己立下了的志愿。什么志愿呢？伊明白了讲。我今天有这个因缘来出家，听到佛陀的真教义，所以我爱认真，我爱未使放逸，将我剩落来的这个生命，这个、时间我爱好好来修行，未使一丝来浪费去。所以讲，伊日日。来修习，日日禅修，日日精行，一切啊，拢遵照着佛陀的一个教法。伊教法当中体会到真理、真实义，认真修行。当时佛陀在这个啊，精舍家透过神通。哦，明白了伊修行的状况，就放光，阿来甲伊看看，来讲，即使中命必衰，但那是无修习奉行佛法，即性命毫无一个意义。后来伊转念。这算佛陀来教育伊有需要搁再精进的所在，需要改变伊修行念头的所在，所以依教奉行，以正念现前，遵照着佛陀和伊教诲，认真修行，而来到尾嘛证到这个阿罗汉果，来圆满着伊的这个人生。在这典故里底，甲咱讲，咱对父母亲，伊慈悲，也甲咱生育，甲咱养育。在佛说《父母稳重难报经》里底，佛祖便甲甲咱指示啊，老母为着爱子，养育子。
淡的所在伊来困，大的所在伏囝啊来休困，无惜着伊自己的性命。本来是一蕊芬芳的花，但是为着照顾生儿育女啦，变作拢无来装饰伊家己，一切一心一意，无着抱着讲儿女爱报恩迄款心态来照顾着伊的囝儿，照顾着伊的查某囝。每回个做老母的，拢都是讲将上好的来养育儿女，和儿女好好大汉，好好教育，将来啊，伊我都来得到成就，在伊人生内底，可以毫无阻障啊，这个障碍，这就是做事大人，尤其是做母亲的，毫无私怨的，一直在奉献。但是呢，咱做儿女的人，都爱感恩着，是大人这份对咱毫无爱报答的这个恩，咱一定爱尽心嘛，来给奉养。在年老的孙，令其无一切缺乏。有人陪伴，让他无忧无虑，这样是报答父母之恩。但是站在佛教的这个观点，我们除了让许多人在他晚年无一切忧虑以外，我们来引导他进入圣门，亲近着这三宝，明白着人生的意义，在晚年来引导来修行。修行这两字讲起来也比较生硬啦，可以接受到佛法，可以接受到佛陀的圆满的教法。然后呢，引导来修行。最简单的就是引导我们的士大人来念佛，念佛者让他得到佛法的加倍，他内心嘛有所依止，令其心生人的清净。不然者老一辈的老菩萨啊，因真正慈悲啊，他所关怀就是儿女种种的情形。佛祖在《无表文殊南部经》面顶跟我们开始了，必须母亲设八十岁的儿女，也是跟他真像小孩啊，一直在挂怀里啦。他若去他方去应生，他在门的就在尿尿看尿尿想，啊，就看这囝儿伫外口有平安无？啊，生活好无？就是如此，就是做许大人、做老母的人，这是天真呐、啊，无私的这爱。做基督教，除了讲咱在这个社会，咱来应生以外，咱报答妙因，另外一定的意义，咱来修心养性，咱来修养咱的人格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咱来尽力为社会来造福，这是报答妙因，也是一种的这个报答的方式。因为你修养好，你在社会处处和社会温暖，和社会因为有你，社会得到安详啊！这就是老爸老母无烦恼啊，伊会欢喜啊，用我的囝的事实对社会拢有贡献啊，是不是呢？在佛陀，咱佛
所有教训里底，报答妙音，还有一个最后的大号拜号，也就是令父母亲不对三木多，令父母亲啊，一定得正念，你才得成就光明的所在。这个是咱要报答父母因最上圣的一个报答的方式。今天伊唯有就是文化，文化伊个法度，予咱应理行事，予咱永远得到，予许多人无忧无虑的圆满的一个日子。这在典故内底，就以做母亲的在你那位时阵，虽然是讲伊和儿女无完满的这个教养，但是伊有专念嘛。在这个典故内底，都是要叫咱来专念嘛。人生当着烦恼、当着逆境的时阵，不是令咱颓萎下去，有一种生不如死的那种念头，不可以。我们要转念，逆境只要转为顺境，障碍要转为顺境，烦恼我们要转为菩提。修行者就是如此，逆境来即转机，替我就讲，人生啊，如此，只是生命，无一予咱有法度永远依靠的。囝儿嘛，予咱袂靠哩；查某囝嘛，予咱袂靠哩；翁婿嘛，予咱袂靠哩；财产嘛，大家拢要爱，嘛是予咱袂依靠哩。唯有什么人？唯有的佛陀。唯有到三宝，唯有到佛陀的教法，教法都予咱依止啊，我都予咱了生脱死啊，予咱就明白到万事万物的真相，然后予咱精进，予咱得到一个永永远远，未失了本性，安稳的所在，这就是。佛陀佛法，这方面我在这来跟电视机佛前，咱做儿女者，咱爱一个来啊，跟咱做一个分享。佛祖在这个报恩的佛法里底，在《中阿含经》《神经经》面顶，佛祖。跟咱开始讲，夫为人子，当以五事尽顺父母，因何为吾？一则供奉人死无法，和老爸老母免烦恼；二者凡有所为，先拜父母，什么代志拢啊先甲老爸老母来讲。咱要出门，咱要去做工课，咱要去啊接待朋友、接待亲友，还是讲要去倒位？做什么工作，咱拢爱甲师大人先禀报。然后咧，咱回来时，咱嘛爱甲师大人讲：“爸爸妈妈，我回来咯。”安尼，阿拉爸阿母免挂烦。这是咱做儿女一定爱奉敬的。三者，父母所为，恭敬不逆；父母所做，咱爱顺老爸阿母。四者，父母政令，不敢违背。甲咱讲的每一个代志，咱来依教来做安尼，就是让老尾无烦无恼，这是一个啊真正顺的教法。五者不断父母所为正业，许多人所做的这个一切这啊正业，咱一定要和许多人一起做起，来圆满伊的这个心愿。再者，阎罗王五天使者经，佛祖有开示：佛告诸比丘。人生在世时间，不孝父母，不敬沙门道人，不行仁义，无可用心，不学经教，不为后世者
其人死后，魂神当作阎王地狱啊！咱是大人，是咱的根本啊！咱一定要好好讲弘用啊！在这个《大方佛报恩经》，佛祖有开示：如来为一切父母故，常修难行苦行，难舍人舍种种，为具足一切万行，不修不习，心无疲怨，为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故，令得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用福报啊，我都成就啊。各位尤其是修行者，更加爱对许多人好用好用，一定爱做个到，人多行就福多圆满啊。加这个天国来供养各位啊，阿弥陀佛。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，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关怀弱势族群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，即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、弃养学童、中辍生就学、生活及品德教育，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、济贫发放、急难救助、老弱病苦、单亲家庭、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，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，以圆满老安少怀，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精神，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。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，累积福慧资粮，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、平安吉祥。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，援助弱势众族群，同离忧患常安乐。护持账号5005-98245005-9824，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。
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。